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满满的感动。苏打绿兑现承诺，选在苏打绿日在两厅院艺文广场带来 Run To 户外演唱会，现场更是挤满人潮。然后想一下，这六年等待多久？我们自己也等待非常非常久，然后终于站在这里，然后可以大声的说出来。全宇宙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是。哇！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朋友可能请了假，也可能一直很紧张，说今天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，天气影响。但是你看。你知道吗？我差一点也请假了呢。对，前天我还在想说，假设天气不好，难道我们的命运就如此吗？结果太多喘了吧，真的。而且这几天每天就是打开手机那个新闻推播，都推给我泰勒斯淋雨上演唱会的消息。我心想，这是什么赛吗？天哪！真不要闹哎！我觉得今天的人数好像应该是有超过小巨蛋的。有啦，绝对有。哇，真的很多。我昨天都在想说，今天应该会没人来。告诉大家，你心里有一股什么声音？心里有一股声音，觉得好像应该要来准备一下巡演了哈。对啊，因为刚刚唱十年一刻啊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唱了十年一刻。对啊，今天免费入场的各位朋友，下次该付钱了吧？因为我跟你们说，过去的十几年，不只是你们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亲友，我们每次在那边哭穷的时候，大家都用一种真的很假仙的那种眼神看我，像你们应该也有钱吧？后来他们才发现他们错了，对，所以，哎，也不要哭，也不要哭，我们明年希望大家就是尽量都多帮我们买一些门票，可以吗？当初的我。